同学好，那个，哦，我是文艺老师，来，我是那个文艺老师啊，好，然后那个，因为我在那个台中志光好的补习班，我是负责就是行政学这个科目的相关的一些就是那个课程的啊，那个就是传授，好，就比方说行政学的政课班呐、啊，或者是题库班，还有就是那个考前我们会有那个夺榜班，就是不管是那个就是命题，或者是说改题，以及说相关的弱科加强等等，哦，这些都是我负责的哦。所以说，就是我再跟同学介绍一下，就是我行政学就是在上行政学这门科目哈，我的那个授课的一些方式跟特色哈，让你们大概知道一下，就是我上课的方式是怎么样子哈。来，第一个就是架构式的方式去呈现理论内涵，好，这什么意思？来，就是行政学这门科目，它的理论的相关内容非常的庞杂。懂吗？好，那就是我们在阅读就是这门科目的过程，我们不可能用死背的方式，懂吗？好，所以你一定要用一个就是体系表的方式，好，去把相关的理论的严格内涵跟脉络，好，去做个呈现，懂吗？好，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会用架构式的方式去呈现相关的理论内涵。来，我在这边举例哈，比方说，来，我们在行政学的时候有上到所谓的就是新公共行政的概念，好。来，不用这样子，就是新公共行政。好，那我上课的方式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譬如说，就是新公共行政嘛。好，那我会先把这个主题的标题先写出来。好，然后第一个来架构方式就是用这种方式呈现。第一个，我会先介绍它的一个起源背景。好，然后再介绍它的相关的理论内涵。好，那新公共行政的理论内涵的话，它有分为就是两个不同的学者，好，就是马里尼跟弗洛伊德里克森。好的概念，好，理论内涵，好，然后再来，好，我们会点一下，就是新公共行政有跟你讲相关的文官的角色的相关内容，文内涵是什么？好，然后再来就连到。我们会讲，在新公共行政会讲，就是社会公平，哦，社会公平正义，好，应该怎么样去做个定义跟操作，好，然后再来就是会讲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新公共行政它会有什么评价，好，所以来这个是简单的再解一下，这个我在上课的时候会再更详细去做一个说明，哦，就是说我现在先跟各位同学讲一下，说我现在上课的方式是这个方式，就是我会在上每一个主题章节前哦。我会先把概念跟你讲，懂吗？就是架构跟你讲，然后架构的话就讲他要讲什么内容，然后哪些考点比较会考，我会在这种在前面就打个星号，懂吗？或者说我是说就这个理论内涵，然后最主要是强调马里尼的概念，然后这个就参考就可以了，懂吗？就是我会跟你讲考试的重点跟它的体系架构，好，这就是第一个，好，架构式的方式呈现，然后再第二个来理论跟历届试题的连接。我在上课的过程里面，我的教科书，我的那个上课用书哦，我课本前面会综合各家版本的行政学，后面就会去呈现近3年的历届试题。好，然后我上课的方式是这样子，我每次上完一个章节的课程内容的时候，我会带你去练习后面的历届试题。当然我不会全部练啦，因为受限于上课时数。不过我会跟你讲说，我会挑几题，好，就是去。跟你讲说，来，我们学完这个理论了，然后去看后面的考古题怎么样去做一个，就是测验同学去做一个就是考试的方式，好，就是怎么去测验同学了。那这个历届试题哈，我是从考选部的网站去做一个就是那个摘录跟整理，懂吗？因为考选部网站它的历届试题是打破章节的，那当然我为了要让同学可以更熟悉内容，所以我会按照我课本内容的课程编排，然后把相关的历届试题整理在。同一个篇章后面，哦，所以说你可能就是看，譬如说，就是在1089年的什么升降三等，然后高普考、地特，哦，就是他们的选择题都会在某个章节出现，所以我会把理论跟历届试题做个结合，哦，这样子你就不用担心说，哦，我不熟悉历届试题，没有这回事，懂吗？你上我的课，把理论上完之后，我会跟你讲历届试题怎么考，让你马上就是现学现卖。懂吗？这样子你就可以马上去懂那个理论，这样你回家念书就不会那么痛困苦。OK，好，这个好，然后再来第三个，
就是理论间的概念的连结跟整合，这个就很重要。这个尤其是如果你今天哦是考高考同学，好、哦、来，就是基本上来讲，就是我特别针对高考同学哈、哦。当然，如果你考普考或初等也是一样，你念书我们要活读书，我们不能死读书，所以我们在读书的过程，我们应该把不同章节的概念的连结性做一个就是整合。比方说，来，这什么意思？来，按照这个理论来。新公共行政，它是比较偏左派的思维。哦，这我们上课会讲，跟它相关联的叫做黑堡宣言。懂吗？哦，所以来就是我上课的过程哦，除了就是纵向的把每个理论的一些背景、定义、内涵、文官角色跟相关的评价上完之后，我还会横向的做串联，懂吗？就是概念跟概念之间的串联跟整合，你用理解的方式比你用思维的方式还要再更来的 有效率、哦、所以就这个，就是我把概念做一个连结跟整合，让你在练习申论题的过程、哦、你不会就是惧怕它，懂吗、哦、这其实有技巧，懂吗？就是我们会用一个体系架构跟逻辑的连结性，让你去理解行政学的内容，然后去内化它，而不是去死背它，懂吗？那这个还蛮重要，这个整合，像我每次教高考班的同学的时候的题库班，其实我坦白讲，我还蛮喜欢教题库班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已经有基础了，所以我在帮你们做概念上的整合来讲的话，会很快，懂吗？所以这个概念就是我上课会特别讲。好，然后最后是这个来考试的技巧跟念书方式的传授，这个一般来讲，老师有些老师不会教你，不过我认为啦，就是课本内容其实都不难。因为这东西不是数学理化，这不用看天分的，你只要花心思慢慢念，都会念熟。重点是这个考试的技巧跟念书方式，懂吗？这两个是环环相扣的。你今天这些理论念熟，但是你没有把这个理论呈现，没有把这些相关的理论内涵呈现到考卷上面，让老师知道你懂，这其实就很枉然，懂吗？所以考试技巧很重要。怎么样精确的让老师知道你会这个理论？好，所以这个考技巧我会教你，然后再来是念书方式，来这个东西也很重要。考国家考试哦，跟考期中、期末考不一样，懂吗？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战场，所以你在念书的一个过程里面，好，基本上来讲就是你会有一定的方式。好，这个跟准备学校的考试不一样啊，这是大范围的考试。所以你不可能再用期中期末考的方式去准备它。有种类型的同学很怪齁、哦。在学校的期中期末考都考很好，领书卷奖。但是在考研究所考国考一直就是失败。为什么？因为念书方式不对。懂吗？齁、哦、这个东西坦白讲这有一点吃天分啦、啊。齁、哦、不过方法跟你讲基本上来讲就是这其实大家都学觉得会。这不关于学就是相关的学经历背景。齁、哦、没有。你只要肯努力，然后听我的建议，然后就是念书方式有一个改进，基本上讲能可以在国考金榜题名，懂吗？好，所以我行政学的授课方式就是以这四个概念为主，好，然后就是我在上课的过程也会不断的去跟同学就是做一个就是互动，好，因为其实坦白讲就是来补习，好，就是不要去害怕补习班老师，因为我们的角色跟学校老师不一样，学校老师他坦白讲他不会管你，懂吗？好，可是补习班老师他的责任比较重，就是我们在帮你找一份工作，而且这份工作是一辈子的，就是你考上之后，基本上讲就是你到了可以做到65岁退休。好，所以这期怎么讲，就是你一定要来补习，你一定要就是把补习班的一些功用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懂吗？就是你要问老师问题，你要怎样去跟老师挖阿宝，搞不好你在跟老师互动的过程里面，你就可以去学习一套就是念书的方式，有更不同的体悟。懂吗？好，所以以上来讲就是我在念那个教授行政学的授课方式的一些概念，好，给各位同学参考。OK。